日前有网友在机场偶遇张翰，他身穿火色外套，一路与粉丝热聊，走出机场外就随便坐进一辆车后座，而粉丝则大叫你上错车了，张翰这才推门下车强装镇店，画面十分搞笑。最后张翰也不忘提醒粉丝注意安全，待汉了解下。上错车了，上错车了，冲不是这个车，有一次。